台飞路，飞路丢，鸟山顶，旁边，江西边，旁边为了江北，江西边啊，快过啊，别用啊，对呀，拎好晒得啦，系，飞路你可以得噶啦。仲读紧书啊？读紧书，你读紧咩嘢啊？读紧教育，教院，系啊系啊。哦，EFA 啊 ，free 咋 ？EFA， 系迟下都知道要买楼噶啦，咁而家有机会咪抽定先咯。点算啊？首期嗰啲同埋供楼，屋企人帮手嘅一定要。嗯，系啊，两屋企人都支持话要你。系系，即系首期佢哋都准备晒俾你嘅。系啊。有冇话准备有几多钱俾你？足够噶啦。咁电视机电视都唔好夹啦，后面有电视机，一万几台，系发表，系嗰度有电视机，系啦，买落去，发表。人生乐趣嘅真系买到买咗，真系唔识个造字咯，又系吓。后生想揾个斗口都难。政府应该呢个地价咧，嗰个居屋咧，应该就唔好。七折嘅，應該五折，因為地價高咗嘛。嗱，你都係要補地價啫嘛。第二，如果要賣，咪補地價咯。想抽邊度啊？抽邊度？梗係抽近啲噶啦，近市區啦，梗係啟德或者長沙灣嗰啲啦。啟德同長沙灣平均尺價都幾高下，9000多蚊 ，OK 啊？呢家多數都係咁貴噶啦。會唔會好擔心啊？其實作為爸爸，即係個仔個居住嗰個問題。都梗係有啦！呢家香港嘅所謂安居樂業啊嘛，係嘛？你安都居都唔能夠安，又點樂業啊？